放手，系啦。最后啦，好啦，等阵接杯姐姐。有嗰啲啦，我哋叫多姐。哇，太大。对，那它其实啊是大型的猫科动物，它的形状。好浓的呢只。哇。的那一只啊，它有名字哦，它叫做胖虎。好难，哎，有没有看过哆啦 A 梦？有名字的哦，一只呢叫做妮妮，一只呢叫做阿里郎，是一男一女。那其实右手边一整片全部都是我们犀牛的家，那为什么这两只特别放在这里呢？几万分？太大。几万？还没到。少几万？啊。干几万？啊。哎呦。走，跟我往前走来。